先吃一个蒜面炒老腊肉，接下来烧一下，然后再扯点蒜面。来，这种腊肉哈，就给它烧了以后哈，刮洗干净，吃起香的很。其实老腊肉是没得标准的哈，我们那腊肉只做了有将近三个月了。来，丢了锅头，刮起刮起洗着哈，刮洗干净。表面这层给它刮了之后哈，这个黄澄澄的了。张师火烧旺点儿，要得师傅，绝对旺。排骨，哇，你看这个肉，这个颜色好漂亮，嗯，香。下成三块来煮，煮40分钟。哎呦，扯点蒜面儿，盐多儿鸡，新鲜，嫩气，红头子，哦。腊肉要好了，蒜末切起，切起就捞肉。菜板翻一面，我们这个是生熟菜板。哎呦，就炒这坨肥的，啥子最好吃？菜板上的肉最好吃，整一片。嗯，香。来，锅炒大点儿，腊肉下锅。这个是不加油的哈，加油的话那就简直就是不懂四川腊肉了。一炒自然出油，巴适的板，闪腰杆，大蒜面儿。这个菜简单很哈，盐都不磕，为啥子？腊肉有盐味了。起锅喽！香菜，太巴适了！嗯，巴适的板，必须板，反复板。